请问你当时是在执勤吗？不是。你当时有喝酒吗？没有。啊，你今天有喝酒吗？没有。你拒绝了，是要负伪证罪的责任哦。昨天喝很晚了、但现在没有醉的感觉，很正常。很棒。那接下来我给你看几张照片，你看看哪一张看起来比较像你看到的刀柄，好不好？好。来。请问看起来比较像编号几的照片呢？看清楚了吗？三号吧。来。庭上，很显然证人无法证明这被告呢携带特定的凶刀预谋犯案，辩方没有问题了。谢谢。